氧化人比较少，所以汉堡汤老爸有时候就把它放回来给他们，他自己就不去了。他其他的话都是他老爸在卖，没错。你看以前那个影片的话，都是他老爸在卖的。不要后悔，要干活时间。100块。然后几岁我倒是不知道了。啊，算你小，应该是。